球员林书豪在 ins 上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勇士主场球馆进行运球和投篮训练的视频。篮网队赛季第一场比赛，林书豪就遭遇了髌骨肌腱断裂，赛季报销。而勇士媒体在甲骨文球馆看到了林书豪的身影，他跟随篮网队来到奥克兰。视频中能看出来，林书豪恢复情况良好，已经能够进行简单的跳投投篮训练，回到了我属于的地方，完成了漫长的一天康复，慢慢恢复中，是时候为篮网加油了。林书豪在 ins 上写道。林书豪是2010年的落选秀，而林书豪在 NBA 的第一份合同就是勇士队给予他的。2010-11赛季夏季联赛结束后，林书豪与金州勇士签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林书豪的家乡也在加利福尼亚州。